因为现在饮料市场还蛮竞争的，那么因为还是要有做出一些市场区隔出来，所以我就以新鲜蔬果来做一个基底，那强调的是100%纯天然的，都不加任何的浓缩，然后在原汁果汁方面都是以那个慢磨机来做呈现，那么所以都是不加糖不加水，那唯一就是如果要有调味的话就是加蜂蜜这样子。那么因为现在一般的饮料店来讲的话，当然大家也都很用心在琢磨这一块，尤其是在水果跟茶的部分，原汁的部分当然都是一定是都是用慢磨机来做，那加入茶类的部分也是都强调在新鲜现做，那当然我们的茶类方面也是都经过特别的挑选，来怎么样来跟果汁做一个最完整的搭配，然后每一杯你都可以喝到果肉，因为那些果肉绝对都不是罐头果肉，都是纯新鲜现做，那画面上所呈现的都不是广告效果，都是你来店里面内用或者是外带，我们不做广告效果的。